Hello， 大家好，我是陈东阳。今天明磊有事不在我身边，听说下个礼拜是最后一集，那我们有非常重要的戏，我们奇迹 Kiseki 下礼拜二是非常重要的完结篇，所以呢，今天我本来要约了我的小弟们陈毅跟艾迪来这边讨论一下我们 Kiseki Second 第二季的一个接下来的一个计划，这样子，也还有讨论一下我们艺云龙，因为我退出了。所以我想要了解一下我们陈毅接下来要带领我们艺云盟要去到什么地方。我人已经在这边一个小时了，但我的小弟还没有出现。我个人不是非常开心，虽然说我已经半退出了，但是他们不当我是老大，我觉得真的是看不下去。今天我还准备了我的麻辣鸭血来这边等他们，但是他们竟然没有出现，你说是不是我应该好好的把他们叫出来。好的，我不知道他们现在人在干什么，但是我觉得像老大，很有道理。老大，你在抱怨我们吗？哎呀，出去啊！你们在哪里啊？我等你们很久了。我们在温泉。我以为今天不是休假吗？对吧？休假？艺云盟有休假的时候吗？他说的。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呢？他说的，突然叫你去找到你不是交给我掌管了吗？没有休假这件事情，虽然艺云盟已经交给你了，但是我们今天还是要讨论一下艺云盟的未来。我们在日本、在美国、在大陆、在中国都有很多的分布，你知道吗？所以我们必须要讨论一下我们接下来计划。所以我们要马上集合吗，老大？线上有非常多人在等着我们。老大在讨论一下。但是为什么你不早讲？我不早讲。我不是早就发 rundown 给你们了吗？啊，这样，你们是不是应该现在不要在你们的那个小区块里面温存了？是不是应该赶快去？老大，有，你打给我们了，那我们赶快过去。我过去，你们在干什么？在睡觉。好吧，我跟 Let's go， 我跟白周一在睡觉。对吧？老大，我们马上到。老大，我们马上到。等一下。拜托，你们要去哪里啊？快点，请集合，集合，范泽瑞，马上到现场。我要快点集合，来了，快一点，快一点，不要再睡了。要集合了，我们未来交给你们。火烧屁股了，快一点，火烧屁股了。而且你们两个，资讯组长，你给我快点过来。太像了吧？简单。快点，这什么？十秒。什么灯泡？什么灯泡？不要再躺了。啊。骑上你的摩托车吧。为什么这么晚了还要带枪？摩托车。你在干嘛啦？不要啦，睡啊睡睡。好了，在干嘛？报告，老大，我们马上过来了。等一下我，我先工作一下，我工作一下。等一下，我们这个龙八哥。哇！哇！等一下。快走啦！直接不要过去哦！他等你们，他们已经到了，好不好？发动一切，我也等很久了。你不觉得天很黑吗？啊？我有能量了，知道吗？知道，我戴墨镜，我知道你戴墨镜。今天八点多，真的。我闹钟要有。走了，好吵，超混乱，真的。你可以转播啊？把声音。临时被 Q 来，你们又卡我们，好啊。
好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迟到了，迟到了，太慢了。我们为了我们龙，一云龙，一云龙的未来，一云龙，一云龙。好了，来，看我这边。哎，刚才。旁边熟人哦，好 ，OK 啊 ，OK，OK，、okay, okay、这个人不是已经，这个人不是已经走了吗？啊，帅帅帅，这个人不会是灵魂吧？哎呦，帅帅帅，哇，哎、欸，怎么在这里啊？但是先拍照再说，转世，转世之后变摄影师了，长得很快，转职了，转职，耶，好了，到齐了，到齐了，快点，快点，天哪，终于到齐了。对耶、yeah, ！我都帮你们准备好我的麻辣鸭血，你最爱的。我刚吃嘛，老大。老大不着急。我冰得啊。哈哈哈！我冰得啊。没有，我还是会吃的。哎、欸，一起修哎。修呀。修呀。冰得。张腾不是龙帮是啊，龙帮就不能在最后一集和解吗？可以吧？可以吧？可以啊。可以啊。我觉得我们这个开场蛮臭的，从一开始我觉得蛮帅的，超帅的。对啊，其实就应该要和解了啦，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嘛。没错。嗯，对不对？我要吃的赶快先吃嘛、啊、我都帮你准备好了，你刚融合嘞、欸、我觉得你好像太黑了。你要不要反白一下？好，我脱，我脱脱脱脱脱脱，哎呦，好爱你们。那你帮我拉一下，平行时空之闪闪复活，老大，你帮他拉，我帮你拉。帽子没得拉，快点帽拉一下，帽拉好了。很卡吗？不会吧，平行时空大团圆。Kiseki， 奇迹啊！大家问我们在哪里，我们不能讲。有玉米笋吗？有人在问有没有玉米笋。老大，啊，从这准备运送过来。哦，玉米笋这部分，人没有。有肉条没有玉米笋？为什么有肉条？这是狗吃的吗？不是，是我觉得 OK。芋头睡着了吗？没事没事，他。你把他，你为什么要把他搞这么累？没有啊，最近就是礼拜我年轻人嘛，对吧？对啊，芋头睡着，休息然后好。为什么大家有很玉米笋？大家对玉米笋的内容很奇怪的执念。对，因为在第是有谁把裤子脱了吗？没有啦，就是玉米笋。自从你们那一集播之后，全年都买不到玉米笋。对啊，所有的超市都买不到，都有玉米笋。四年前是挺不辣的，玉米笋。因为甜不辣的太辣了，而且会低。对，怎么了？发生什么事？我们的后台发生什么事？没事没事。对啊，快啊，礼拜二是最后一集了，下不去。礼拜二是最后一集，礼拜二是最后一集了。我觉得大家，我们今天就算是一个小小的，对啊，小微毕业，微毕业旅行，微毕业旅行啊。但是我未来还有很多的计划，是大家拭目以待。就是各自都有各自的计划，我们当然还是会随时会团圆在一起，嗯，让大家见看看我们这样。但七号有一个见面会，好、哦，对，没错。但大家应该会很希望七号见面会是蛮特别的，是不是可以许愿一下，看大家七号的？对啊，你要怎样？你要说什么？你会不会觉得你明明坐在第一排，然后没有一个你左边那个都不回应你？为什么？对啊，为什么？我觉得你要教训一下，因为毕竟他当时说想要加入逆云盟，对吧？我我天你也很热情的，我也很热，常常在吃麻辣鸭血。没错，今天就是非常适合吃麻辣鸭血的一天。那大家七号有没有什么想法？想法，或者大家也可以给一点七号有什么想要玩什么游戏的意见，这样我觉得大家，你们不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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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怪？对啊，
现在有鬼点子非常多啊，出逃就死。对啊，欸、我刚睡觉的点子很不错。你是说七号大家一起睡觉吗？睡觉、啊，就是。请大家上来帮忙化妆。邀粉丝一起睡覺。就你在睡觉，大家来上来化妆。好像不太好看。好像怪怪的。好像怪怪的。太轻松了。对啊，想一下嘛，七号我们礼拜二是最后一集了，七号又是大家的见面会，下一次见面不知道什么时候。对，我相信大家会很期待七号的那个。但我相信下一次见面在十一月七号之后，也很快可以见面。是啊，是没有，但七号要有给大家一个非常好的最后的某一个阶段的 ending， 阶段的收尾。对啊，没错，真的不知道七号会有什么样的情绪啊，因为有点难判断。那七号不是芋头的入盟仪式吗？哦，对，应该他的入盟仪式会是下一个阶段的开始。对，仪式是什么？第二部是什么？之后就是第二部曲，就是他加入绿盟的故事。对，啊，我觉得蛮好的。然后编剧也在旁边啊，他已经在想。哎，真的，他拿着笔耶。对啊，他在十一月七号基本上是我的入盟仪式，从奶油刀变成什么剑刀，也不是最终，也不是最终回啊，不是最终回啊，是 after the ending。对对，就是我入盟的仪式，对，所以当然要想一下他的入盟仪式，我们应该要帮他做一些什么。哇，比如关于玉米笋啊，或者说关于哦什么之类的。但在那个场地能做什么？我这就要问一下我们那个幕后的，就十个伏地挺身，十个伏地挺身，行啦，十个伏地挺身，太简单了吗？还是有点太二十个啦，十个伏地挺身，还是。轮流有人坐在他身上，所以好不了，听起来哇，对啊，哇，哇，哇，其实一个人就够十个粉丝，十个粉丝，我可以这样，哎哎，刚才我同意吗？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对对，我会帮你那个按摩按摩，好好做，快点快点，鬼点子们，鬼点子，点身为盟主，下一届盟主，交叠在一起做伏地挺身，交叠在一起。不然你是说 X 状态吗？你要不要给我做看看？通常入盟仪式一定会有一个带入盟的人，对不对？对啊，所以我觉得来个组合技伏地挺身怎么样？组合技伏地挺身，就是，但是就他做十个，我再做十个，也可以。他伏地挺身哪里倒立在他身上？哇，哇塞，帅啊！那可能我们再趁这个24小时好好练一下。不然就他做伏地挺身，然后你躺在地上。哦哦哦，但我有点不喜欢这么救兵款循规蹈矩的别人做过的事情。我想要做那种你们两个面对，没有躺在地上，只是他脚在头，你们两个头对头，然后做，然后有一些不是会有做完之后，然后一些默契的东西，一起训练的感觉，那个是仰卧起坐吧？对对对，伏地挺身，伏地挺身，做一下手，不是做一个运动。孕妇瑜伽的概念嘛，对，有一点夫妻孕妇瑜伽的概念，周董跟他老婆一起的那个，对对对，孕妇瑜伽，对对，亲子瑜伽的概念。好，我们来想一下，还有没有？大家有没有？陈爱可以主演一部，主演一部你们自己。哎，没有。对啊，还重，就是还重，还重。无尾熊抱抱，我觉得可以，就是徐凯在下面无尾熊抱你啊你。哇，我真的觉得我他不是刚刚不是说不要乱讲话，我没有乱讲话，一切正常，欸、没有了，他那口气有点，我开始哦，开始哦，有点开始，为预备做准备啊，非常呛人哦，啊，我觉得那个啦，刚刚那个起来然后这样子拍的，对啊。没有人做过吧？没有人。我们那个骑马打仗都来了，那这个可以来一下。可以，那个可以。这感觉在你们。陈爱双人跳绳，双人跳绳，哎，不是他们入盟仪式，没有入盟仪式的，没有啦，就是入盟之后，然后看学长姐。他入盟之后，你们有欢庆的仪式。欢庆有协议。好开心，又要跳绳这样子。你们护卫那个护卫你们，好像。有人说现场要有玉米笋去买，不是缺货吗？最近每个粉丝都带玉米笋带来哦。哎，有可能哦。对，有可能。我们那天会有吃不完的玉米笋。嗯，对啊。但我觉得玉米笋那个视觉张力不够，要玉米。哦。大一点，你们两个同吃。那你们要嘴巴够含得下那根玉米。不是，我别，我觉得。
那大家讲一下吧，因为要结局。仰卧起坐。我们不太确定我们现在有多少时间可以玩。对，我是说那一天嘛。对啊，对啊。那么要讲一下心里话嘛，就是我先，对不对？今天就，今天会是最后的直播嘛，也不一定嘛。啊，是哦。哇，真的。今天是最后的直播，不一定。不知道，看大家的反应了。结束前，最后一集前。就是对，终演前，结局前的最后一集直播，所以最后一集非常精彩。对对，那我跟明磊会再次出现，也是最后一次。但还会有之后啦，可能会有那个磊洋前传。哎呦，外传的概念。如果磊洋前传的话，基本上你们都还小。对啊，对对对，我可能是小 baby。对，你可能还在游，还在游，你还在游，还在游泳。我可能在妈妈打头，妈妈打头，很累之类的。但编剧已经在期待，在已经在着手雷洋前传。哇塞！或许每个人都有一个独立的那个线，这样出去，变成我们易云盟的各种戏剧的，对对，哦，宇宙，易云盟宇宙，易云盟宇宙，我觉得也蛮好的。好萌啊！对啊，甜甜撒娇，凯彤跳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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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有了，有了吧？完成了，马上。有球兵哎，对啊，好丑哎、欸！今天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在用我的做直播，嗯，对，不是第一次我直播有这么多人，我差不多100出头就结束了，就是谢谢大家就带流量給我，亮哲哥太帅，没有没有没有，所以就是谢谢大家就是支持我的麻辣鸭血，怎么是真的好吃，造型是真的好吃，但是真的买起来怕太辣的要选择。我们有各种不同的辣，不同的调配，而且冬天快到，其实蛮适合买一个麻辣鸭血，大家团圆吃的。对对，不管你是什么盟的，
对对对，都蛮适合，蛮适合买的麻辣鸭血去一起团圆。猫咪在放屎。对啊。我们在互舔。哎呦。啊，真的啊。那你现在 Q 过去，是不是镜头要去？对啊，没关系。不然，那你模仿一下什么叫互舔？对，你们两个模仿一下刚刚的动作。半猫咪叫互舔。好，那我决定了，我们11月7号的话就可以。哈哈哈哈哈。半猫咪互舔。自己讲的。模仿一下。他们刚刚两个就直接没讲。他们好像没有离那么远，他们其实是有，只是我们视觉的错误让他们错位。我家猫也会这样，等一下，他们不是在抓痒吗？拍屁股，拍屁股。哎，对，拍猫咪屁股，我怎么都那么大力，他还不爽。就是，其实猫的哎，然后就会猫屁股还会翘起，猫的点，然后有时候拍一拍，它会咬你，猫的点。快点！如果这是最后一次直播的话，我觉得我们应该要说些什么？说一些。我们只总共直播了几？我不知道，这是我唯一一次，我也是用我的啦。四左右，我加入你们是第二次。对，上次有一次。对，对啊。哇。然后明磊哥比较大牌啊，比较没有加入。谢谢。他有治疗。十几次。哇。真的超棒的 ，Kiseki K K Four 加张腾，好的。我还记得 Q 你哦。我觉得这边，我觉得这边有一个结界，有没有？在二楼的没有啦，你是票价比较便宜，你是非常参与。你是这个戏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催化剂，真的，真的非常重要，而且大家都拭目以待，就是有目共睹啊。高参 K O 了。对啊，有你才会有，才会有他们的奇迹般的爱情。嗯，对啊，真的很重要，都是编剧想好的那个巧思啊。嗯，真的，对啊，很狠。编剧在玩猫啊，编剧在玩猫。写那么狠的那剧情，然后现在好猫玩猫，感觉很可爱，但脑袋不知道想什么。还有什么？七号来个大合唱。会有这件事吗？唱什么？唱什么 ？I'm a queen time。不要闹了！阿妈阿妈，你怎么学的？哇！七号可以唱。哎，我觉得应该是大家要跟大家告白一下吧，因为七号真的就七号结束，可能就暂时告一段落。大家会现在会很想念这一群萌萌的的人，这群萌萌怪怪的人。对啊，你们会很想念他们。对啊，我是。是，我出现几集还是四集？下一集，最后一集算篇幅最重了。对，对对对对对，蛮重要的。对，好，大太会了，对吧？大家在讨论第二季，其实我也蛮期待第二季。第二季哦，这好像有，就比 第二季啊，哈哈哈哈我觉得没有不行啊，有东西要 K 进来了，因为这个剧情这么好，它其实因为每个角色它都被。观众认知的这么明确，所以其实接下来的故事，不管是你入帮，或者说又有什么意外，或者又有什么其他的事情发生，大家都很希望这个 Kiseki 的宇宙可以继续往下发展，继续宇宙大爆炸。那我有一个问题，第二季我还活着吗？你可能偶尔可以拍一些那个复活之类的。如果是以八点档逻辑的话，你应该是同脸人。同脸人。就是他可能是他的，比如他妹妹变成他，我靠！妹妹整形变成他，所以就变成说不是七点开播，是八点，八点，然后大概播一个小时，一个半小时，我大概有138集，然后不止350以下。其实你们上次的结尾就是一个铺陈，说不定八点档的编剧看到我们这个直播，他们会直接下一集就直接把奇迹变八点档。哇！大家就可以继续在白天去，然后我们就全部都去演。刚刚直播镜头外的制作人很害怕，很害怕变白的，很害怕变一个半小时，从半小时变一个半小时。韦恩哥哥在后面好帅，好舍不得白范，太想要第二次。对啊，就换你。我只希望韦恩跟小智不要再分散。怎么了？可以变成动作，好，怎么了？啊，大家赶快吃，赶快吃，要赶快吃，先吃，先吃，先吃。
我们其实直播的时间不长，看看大家看大家的那个回应的状况，热烈的状态。如果就觉得大家冷冷的，我们就差不多，我们就七号见了。对啊，对啊。有些事情快点了，快点，今天时间差不多要下播了。没有了，还没，还没。今天好不容易大家一起出来玩，先不要感伤了啦。对。我们就开一个睡不着幸福玛雅写的诗歌，等下就专心。好，我们等下自己享受自己的露营。所以在最后结束前呢，就说一句话呗。哎、欸，是这样吗？应该还没吧？要结束了吗？再聊一下吧。可以啊，我也舍不得哎、欸，因为我这是我第一次播，还是我最后一次哎、欸。那你唱歌、啊？我唱歌。对啊，旁边不是有其他吗？哎哎，怎么会？哎、要请要现场吗？我要低头，我不可以看。特级厨师。特级厨师。没有掰到你了。尴尬，尴尬哇！那这样这样这样怎么搞？这样怎么搞？这样怎么搞？这不是这不是。受死之是受死的一部分吗？因为你不想结束。大家都会唱吧？唱哪一首？什么？原来我没有资格唱。哦，哎、哦，这是哎、欸，这是什么？是我们的片尾曲。原来我没有资格再爱你。一起吧。的距离遥远的让我窒息。难道是飞鸟爱上了雨，傻得可以一直默默相信着？还没啦，我想要念一下嘛。我终于可以忘了，不再对你死心塌地。那个是谁也到不了的地方，不想说。我都懂，我已经忘了爱，忘了寂寞，已忘记爱给过的承诺。我已经忘了痛，忘了所有难受，沸腾炽热的昨天的是我，失而复得的幸福，告诉我。能持续多久？回忆的暗潮汹涌，说好不让眼泪一直流。原来我没有资格再爱你，天地的距离遥远的让我窒息。难道是飞鸟爱上了雨，傻得可以？一直默默相信着奇迹，月光旁人目光，心跳快跟不上，不失望，不失望就不绝望，痴人说的梦想，才因不断回想，爱情会是，爱情该是什么模样？原来我没有资格再爱你，天地的距离遥远的让我窒息。难道是飞鸟爱上了雨，傻得可以一直默默相信着奇迹？谢谢大家，拜拜，下班了，最后一集哦，拜拜，后天见。